我好尴尬。你要挑战啊，你这位置太那啥了。我跟沙哥在十一应该要开始挑战了。周深在这守着呢，我看看能不能赢他啊。这个是灵巧的事儿，它不是劲儿的事儿。好，来吧。挑战失败了，十一号。你还可以挑战我，你还有一面旗。我不挑战了，让别人来吧。十一号他们守住了，那我来挑战十一，我来挑战十一，你回来守四和八。啊！哎，你倒可以试试。烦死了！哎呦，沙哥的棋哦，可能就只能放在土下了。好嘞，那我过去，我来吧，我挑战，我挑战。啊！但我必须要，这个太重要了，这个点。这个点重要，我不重要呀，陈哥。雨深，抱歉。我用安慕希灵蔗糖的拒绝你的挑战。来吧，深深。哎。十一失手，我正好手挂在你裤兜上了。对，我知道。对，那就手短了，要不然我就扯到你的那个了。再看一个泳池秀，好好看哦！再滚下去了，他就下去了已经。假动作，假动作，好精彩啊！恭喜周深胜出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三，挡，对，对，这个怎么吹？三，哎呀，在烫着，我感觉那火苗让它给吸进去了。三，深深，三。可以，漂亮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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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是人正气够足，气息够足。哇！呀！二，知道刚才怎么发音了吗？走走，可以，就是这个逻辑。我
跟你讲，周深这个方法太厉害了。学长，加油！那我了，你弄不了啊。弄吧，你弄吧。弄。火苗都没动。陈哥，你试一下。出来。嗯，牛的声音吗？试一下，用鼻子。太适合你了，用鼻子。最后一次，我帮你试一下，你这样啊。嗯，哦，他这鼻子够厉害的。牛魔王，来吧，自己抽是吧？看看你们柔韧度咋样？一条腿放到另一侧膝，一另一侧膝盖上，一另一侧膝盖上。听懂了？听懂了还是怎么着？一条腿放在另一侧的膝盖上。你要这个动作回去啊？对，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叠加，不断叠加。他现在就在下一个动作出来，他这个动作就锁死了，是吧？行了，下一个已经到极限了，不能叠加了。两肘相碰，啊，我都碰不上。你这个肌肉太强了。哦，摸脚后跟，好奇怪。手肘顶膝盖，两脚内拔，哎哎，就这样。咏春，叶问。来，你选吧，你去吧，你先选，来来，你让我，这刚才你怎么不让我去呢？不是，这次确实你先选。这是啥？第二排，两脚内八，一只脚踩在另外一只脚上，这怎么可能？就你单不脚趾踩上也行。哎，走走走，我不走了，我在这待着行吗？不行，走走，你完成不了你就投降，你就下去啊。臣妾做不到啊。好厉害啊。手摸小腿肚，手摸小腿肚，你不行，你肘是在上面膝盖上啊。我有一个东西叫臂长，你不知道吗？这赖了，你拿那手摸。不是，我这儿不也不算，我这儿。那你要顶在膝盖上。顶着。那你摸。跳起来了吗？不行不行。开心了吗？对，就得这样啊，不能玩赖啊。还有，哎呀，不容易啊，过去一趟。这啥呀？你是什么？读出来，读出来。哦，因为它还是一手的动作，手绕脖子摸耳朵，这就没了呀。啊！哎，哦，真假的？再摸脚。哦，大折叠。哎，摸到了，但是摸到了怎么回去的？他回不去了。那用左脚行吗？就是左手摸你的啊右耳，那不就这个意思？下一条就是把你的左脚含住。一只胳膊环抱大腿，这咋办？这肘是这样的，环抱大腿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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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他这个有点太简单了吧？那你看看有没有剃光络腮胡？脚跟相碰。我这个腿只要搭在就行吧？但他没有搭在膝盖上了。就这样，交叉一下碰上。他不行。把那前腿伸直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哎，行不行？行了吗？回来吧。两边肩膀一高一低，一条腿的膝盖不能弯曲，那我就是。
对吧？现在刚才是这样，相信一条腿不能完全对。该我了。哎呀，感觉我特像一个思考者，你知道吗？我应该体按摩吧。马萨基，恭喜彭程可以享受一次十秒的泰式按摩。Thailand。 哎，不能按腿，这不是肾不好才按的吗？等会儿这，哎，哎，哎。技师笑得比他都大声。还坚持不坚持了？十秒绝对有了。时间到。你这一头一尾嘛，你的腿还是灵活的。他怎么抽啊？哎呀妈呀！导演，你帮一下吧，太可怜了，惨不忍睹，真的。先帮我呀，快去单膝碰地。我一直他现在就单膝碰地，就是你所有动作都要保持一个膝盖在地上。 Oh my god， 太惨了，太惨了。脚心相对沙哥很像一条美人鱼。还要挪桌子，就这个，一只胳膊保持直立，用腋下夹起这张牌，一只胳膊保持直立，没了，你刚才那只不行吗？这也是直立啊，你往下直立啊，沙哥，哎，对对对对。沙哥主打一个四肢僵直。好天哪，剩最后一个能动的。这比刚才那趴还累。啊，选一个单脚颠地。他怎么老跟腿有关？对对对，走回来啊。那可以，白鹿够，白鹿够不了，快，这一趴是属于你的游戏，我都没玩过你，快！The zombies are coming！ 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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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我膝盖要着火了，膝盖要着火，膝盖要着火，耳朵也着火，等等等等等。来哪个？最右边那个吧。这个。马萨基。怎么像在放烟花一样？时间到。高普哥。用下巴夹住牌。哎，啊，那我又抓又，你抽到了两个右手，行，我失败了，你解脱了，子弟啊，解脱了，你看这负伤的这个，匍匐前进，三腿直立，你这个姿势再立起来就好了。我起来，大功铲人，后边周一下，这，摔了，我就摔倒了，我这还死死夹着呢。哎呀，你看这夹的已经都夹湿了，我的妈！好，这一轮结束。哇！哎，你的 massage right now。第一轮有三位成员是打平的，接下来是第二轮。我觉得真的是很人性化，那边我们战损，这边修复。这把有的看，这把是血战到底啊！这把血战到底。
谁先来？这把有的看，这把是血战到底啊！这把血战到底。谁先来？毛弟先，我先吧。一只脚高度超过膝盖。我觉得你先选一个地面动作好一点。地面动作是吧？一只脚高度超过膝盖，脚超过这样是吧？对。这个位置怎么？这个位置有毒。一条腿放在另一侧的膝盖上。这个位置的起始就是这个样子。下巴碰膝盖。哇！一来就这么狠的吗？上来就这么狠、啊、这个位置也有毒，三弟这可难了，已经感觉到了这一把的这个强度啊，强度了，膝盖相碰，膝盖相碰，你说双腿交叉，交叉，哎，接着抽吧，下一个我呀，对，凯哥一条胳膊抱住大腿，双手合十。这样？对。我手没，我俩手都没了。我觉得我们俩运气比较差。你比较差，我还行。一边小臂紧贴大腿。哎，好累呀、啊！好心酸啊！单手环腰，胳膊贴住耳朵，一整个把自己锁住了，这样对吧？你想怎么回来？我问问你，不是周深感觉特惨，周深不是周深感觉冷，莫名其妙的感觉特别又冷又饿，就是马杀鸡，马杀鸡，马杀鸡。用肩膀和头夹，嗯，夹住刚才一模一样，你俩一模一样，我是用胳胳膊肘，完了，我能感受你刚刚那脖子不舒服是吧？你是忙什么业务？给谁打电话呢？又，哎喂啊，啊是是是，按摩的按摩的啊，闲言言一会儿回去吧，我帮他吧，我帮他，来，你要哪张？第二个，第二个啊，马三鸡，马三鸡，左手捏住鼻子。我俩手都没了，这脑袋就得放底下了，脑袋就得放底下了。那咋回去啊，兄弟咋回去啊？海哥怎么逐渐变成了我呀？嘴巴碰到手背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很简单。哎，这行。把牌抵在右边眉毛上。这个暂时只能这样。你唯一的一只手也用了啊！这是你要撞到我了。这个只能是这个，只能是这个。如果再卡一张牌咋整？我看看。马三鸡 ，Come on！ 就这姐姐贼喜欢王鹤棣，刚才都擦出火花了，有点。可以可以了可以了，哎 no 不可以 no 弟弟脚底板是不是扛不住有点 OK 了，时间到了 OK 时间到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高兴的呀，喜欢 F4 啊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个马杀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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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选马杀鸡啊！马杀鸡，这次高兴没又到我了，吃吧吃吧，给你的剧好多人长得都笑的眼睛都合不拢了，这是。晃的
了吗？好，时间到。OK。深深，你要不放弃吧？哇，脖子要扭了。一只眼睛有点累。白热化阶段了。可以啊，我去脸部马杀鸡。到我了是吗？马杀鸡。头扭向一侧，还好。这样免了吧。谁怎么了？手背碰到肚脐。掉了！周深淘汰。啊，太屌了！周深解脱了，快回来吧。满头汗。你是拼命吗？观众是能看得见的。不行，屁股着了。屁股着了是吧？嗯。屁股翘起。翘起？怎么翘起啊？我可以帮你一下。啊！不行，那我手合不上。那你就得站起来。起来吧，站起来。嗯。凯哥，我这是什么酷刑？随便来一张。用下巴夹住牌。What？ 极限，真极限呀，哥。凯哥淘汰。尽力了。Oh no！ 单腿站立。这绝对的核心力量。哇，这太考验了。就我和 baby 姐了是吧？啊，对。来，血砖到底。哪一张？就这张。这张。哎，对。你说说说快点。赢了，给你好了。赢了。你是马萨基王子吗？马萨基，太难！恭喜半程胜和王鹤棣组，你们是这一环节的胜出者。